现在不是吃药的时候。不然之后肯定又要挨骂了。不行，我没事，你别着急。没有，就是出了一点小意外。因为刚刚跑得急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本来要打给我同事的，不小心拨给了你。对啊，等我结束了就给你送宵夜。夏先生，生病了就该好好吃药。把掐着胳膊的手放下来吧，不用再假装自己没事了。俄狄浦斯，夏先生，我不是专门让人提醒你乖乖吃药吗？你就是因为不听话，才会这么狼狈。我吃药是为了活命，不是为了变成一个受幻觉和副作用掌控的废物。你以为在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后，我还会继续服药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不用装了，你
不是一直在监视我吗？可是任何医学的进步都有这个过程，万能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研发出来的，必须要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改良，才能最后面世成为治病的良药。从长远的结果来看，我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所以你把我当成试药的小白鼠？怎么会？如果非要说，你应该是我的同行者，绝不是小白鼠。而且，我很欣赏夏先生。哦，我哪方面让你看好？按照夏先生感染的情况，能活到现在，一定经受了非人的折磨吧？为什么不试试看，给自己一个机会呢？你怎么知道我感染的情况？当初首都医院药物感染的事情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夏先生，看来你活下去的理由有很多。那就更不应该在这里就倒下。要不要跟我合作？我提供药物，你给我服药后的反馈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药性会越来越稳定，而你活下去的机会也更大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也没有拒绝的立场。夏先生对自己的处境认识得很深刻。我可以答应，但有一个条件。请说。停止这种单向联系的沟通方式，不然我和你合作很没有安全感。可以，不过下次吧。这是我研发的新药，上次你应该已经收到了吧？不过看你的情况，应该没有注射。出了那种事，我会注射才不正常吧？说的也是，不过我对这个新药还是很有信心的，至少会更快起效。那副作用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比之前的药物毒性低一点，要试试吗？注射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点痛，
真是勇敢啊。一个人如果不会说话，最好的选择就是闭嘴。啊，抱歉，因为接触了太多病入膏肓的人，我已经习惯安抚他们了。你好像对病人特别有耐心。是啊，你没发现一个规律吗？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，总是会不自觉做各种各样的坏事，令人厌烦。但当他们一旦生病，就会变成需要同情和照顾的人。我就是天生没有办法对这些人置之不理。你这是心理变态。是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被病人这么说，一般他们都会很感激我的。已经注射好了。注射药物后，可能会稍微感觉到不适。怎么不早说？哦，不小心忘记了。但没关系，这间仓库今天不会有人来，你可以安心等待恢复。你不怕我会对你做些什么吗？害怕有用吗？好像是没用。那么下次再见了。喂，严哥。夏夜，你可算接电话了。你的心率怎么回事？跟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见到了俄狄浦斯。什么？那现在什么情况？既然他给你注射了新药，那你先回来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没事，他给我留了血液样本。杨哥，我现在还有点事，手机快没电了，晚点再联系。现在送宵夜，应该还来得及吧。